送你可以吗？带有店长、总监、高级发型师，你需要哪一种？这多少钱了？高级发型师呢是58，总监是78，店长是128。58就行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是换总监吧。美女你好，我是 Tony。哎，我刚才那个啊，刚才那个是 Vicky。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发型？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呀？我觉得你适合这一款。你这个。我头发也没这么长啊，所以吧，我建议你是哦，先接一个头发，然后再染色，最后烫一下就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那个多少钱呢？很便宜的，才3000块。要不然我就剪短点就行了。好，怎么剪？我就想这两边稍微打薄一点点，刘海就剪这么短就行了，因为我太长刘海不太好看。是这样。喂，美女，要干什么？你要碰瓷吗？我觉得这个发型很好看的呀。美女不要哭了好不好？不要哭，不要哭了好不好？这样，这是我们店的八折卡，送给你好不好？不要。这样，我们店新掉的超级光头送给你好不好？不要。这样子，美女，只要你不哭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心情怎么样？有一点紧哈。怎么剪？那个，我希望的是，旁边打薄一点点，然后我这个刘海呢，就剪了一点点就可以。是不是这样子啊？